现在目前呢，1月4号的活动原本是预计在新北原本办过活动的儿童书好票的那个地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会在1月9号把会场呢拉到台大。那因为台大的时间有限，它有它也不是每天都能够见得到，所以呢，因为先前有很多台北的支持者一直在讲说都有去新北哈造势，然后打手都在，那是不是有机会也回到台北？那所以我想说，如果在台大，其实又不一样，台大的意义又不一样。那新北先前也有在新北造势过的时候，就决定要把1月9号的活动拉到台北市，这个对于台北市中心的民众也会更。